是有时候比较没有主见啦，臭男人啦，臭男人啦！你不用在那边装了啦，你跟 Jacky 联合起来配我跟 Kay， 剃个光头吧。啊！小黄，他就是我这一次医美计划案专案经理人，我想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最都会时尚的好戏，男人止步二。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